想象一下，你要会一下东海的未来的真的核心价值跟路，这个可以走的道路。那我们就把时间就留给大家，各位要跟两位台人对谈也可以，要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先也可以。然后就大家就请举手哦，是是是，第一位举手的同学，这个蛮好的，请举手。华大学现在的大三学生，然后我也要尊敬大家，也比较过程下来，然后刚刚听还蛮感动，是华大学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宗教，想要在做一个实践，然后它不只是理论上，它主要是在常识和行为上要展现出来，透过不同的方式，不管是劳动基层，或是学长姐做小班制，或是重视跟人之间的这个联系，然后互动，要把这个断裂的这种人跟人之间没有这么亲近，然后顾自己就好那种心态也给补偿起来，是那个间隙，能够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去把它不那么目的的，用那么功利的，用那么想要取得回报的那种态度，对，而是用那种就是从那种圣经从神而来的那种领受，去把这个不知道怎么诉说的奇妙给体现出来。那刚刚谈到很多像学长姐这样，第一我不是博雅的学生，我自己是我算个体户，我不属于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对，但是这样可能就会对，然后。学长姐制的话，其实我是财务系学生，但是我觉得管理学院就是有一种比较商业系的，对，然后太物质面，像学长姐制的话，我们甚至就是会有这种传情啊，然后送卡片，然后送一些巧克力吃的，然后学长姐之间可能就是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之间，或是交叉的关系的话。他会有一些就是物质上的交流或怎样，那有时候会谈一些心事，但那个关系不那么强烈，就看你的上面下面是谁，然后整个 first impression 或是有没有缘啊，虽然是被分配到这样，但是不一定。然后我自己算成绩还蛮好的学生，我很认真，我很认真学习，然后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学姐还蛮关心我，然后。但我知道他没有什么念书，就是他讲话的方式，是但他愿意去关心我，然后就问我一些状况，对，然后我现在我现在大三，然后我自己也有下面的学妹，然后现在我看出来他也是曾经蛮认真的话，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分析，然后在课业上，所以我能做完帮他就是课业上，他有问题，或是他人生上有一些什么问题，所以我可以给他一些解答，但不一定能够帮到他是。我自己目前有一些体会，有一些小小的看法，可以给他一些激荡或怎么样。然后课业上最大帮助是有一些笔记给借他，然后如果他不想买书的话，我可以然后就借他。对，这是基本上他希望你做感受到，虽然不是那么强烈、那么直接、目的，但是有一种微妙的，或是各个系之间其实有不同的传统。可能音乐系比较少，我不是有音乐系，他就会说他没有这个传统，是需要解释，就是有家具啊，就是那种没有那么强烈，但是。餐饮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微妙的东西，然后再来是跟老师的互动，我就虽然没有那种义务性老师要理你，但是我很感动的是，我每次找老师或是跟他们谈的时候，未必是专业，但有很多有时候我是借由专业去推出他们，有时候问到人生一些我自己很我觉得我很难思考，然后有一些思想东西就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愿意答案。即便是不同的宗教，或是比如说佛教，那我自己的背景是基督教的背景，然后跟他们谈的时候，其实他们有那种就是比较豁达的态度，不会区分说他的立场是什么，拒绝或者是。让我比较惊讶的是，他们能够接纳，而且不会排斥。对。然后劳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直接，是我今天早上我上那个投资学，然后他是全部重歌，那班上算小班制，就是当然也不算小的，大概有二十几个，对，然后去那个班上的话，就是因为自己觉得比较好，然后比较敢去上，不然你英文不好，
需要看到我成绩，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两个人，就他的朋友，然后也是我班长，但我其实跟他们不熟，我自己还蛮奇怪的，他也没跟他们讲话。对，然后他们就聊到说，很奇怪，怎么看我这成绩？然后我说超衰的，然后谁谁谁才69分，然后70分才是要办法申请，然后怎样？然后说，我也回了一句说，哎，蛮奇怪，怎么学校看到这成绩？然后他们开始抱怨说，老师我没有意义啊，就是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就是开始抱怨说没，但我是就讲他们就说，老师讲的废话，然后也没有什么实际太大意义，然后我就试一试，然后就确实是没有意义，但他意义是基督教的意义，然后他就没有讲话，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对话事实上是，我还没有感受到那个基督教的气氛，或是整个基督教，这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然后有一个基督教精神在那边，或是在他们眼中，甚至那些劳作那个 teamwork 或在讲那个奖章的时候是一种愚蠢，就是没有那个气氛很浓烈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对，我感受到是这样，但我自己大概也知道我的体会，因为我自己扫地的时候蛮认真的，我借我那个机会去跟别人聊天，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平常不会聊到，因为别的系不同的人，然后也借我这个机会，因为就是有感觉，虽然我不是那么强烈，是觉得劳作很重要或怎样，就是觉得自己待的环境，就是我处在环境，我珍惜这边的东西。然后我其实有点衰，就抽到一扫厕所，然后一天每次都看到那个秽物，就是大家上厕所不是很规矩，然后到处乱坑，然后就是每次看到就会谦卑下来，会冷静，就是我在面对人最脏的东西，或许就是表面上最脏的东西是这些，但很多时候大家都排斥扫这个，所以就是那是一个关卡。然后我觉得扫地事实上就是一种磨练，然后把自己拿掉，不要太那么自己很高，就是觉得人是一种不可侵犯的那个东西，对，所以扫地的时候让我觉得可以冷静谦卑下来或怎么样，但也不一定那么只是夸张，还是会聊天，还是会讲一些屁话，没有那么严肃，就是那我成绩，我老师成绩还蛮高的，但也不炫耀这个，就是过程中会感觉到，也不是为了成绩，就是有时候学生会以为劳作是为了拿好成绩，然后干嘛，其实不是，本来没有那样的在意说会拿几分，那成绩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但平等是做一种，是可以再讨论一下或者怎么样，其实有些问题实际上出现在少，然后那个集聚多少，然后他请假怎样的啊，就是会在那边吵，就是因为在从少麻烦，然后要 argue， 会有些问题。刚刚谈的就是张姐，然后跟老师互动，跟那个劳动教育这三点，就我自己有一些体会，然后也还蛮有感触。好，谢谢。谢谢这位同学。我怎么讲？你们同学可以从你亲身体验，那有一些这个师长也可以从比较这个具观整个东海的定位或者核心价值牌。那我想，的确刚刚提到说基督教的氛围在这个学校其实慢慢没有感受到，其实除了教长在那边，大概很少感受到，就是宜俊大概在教长旁边定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这个照毕业照我想。但是劳作教育的确是跟东海人这个看起来是永远的一个感觉。我有一次开一级主管会议，在福华饭店在台北，然后那个一级主管起来骂劳作教育，然后有同事就把我拉到旁边说：“不要理他，他不是东海毕业的。”那个人果然是台大毕业的。但是这个劳作教育显然是许多东海人的领域，这个也是一个宝贵资产。好，那我们看下一位有谁？应该是我方老师，因为谢谢那个董事长的那个这个，我觉得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实际上在落实的时候，在现在的这个整个资讯的环境背景跟那个时代是不一样，所以在任何的这个效益的落实上，我认为如果说是我们还因为你的资讯传递很快，所以学生的时候说你可以做很有爱心的事。不要忘了，我还有很多电脑不够快啊，网络不够快。
这个校友开始就有不一样的这个态度。所以以现在的这个资讯穿透的时候，我认为校务你要能够把这个认同，就是说你刚刚说绝对是需要，就是说整个对那个东西的时候，在这几个所有的这个 stakeholder， 那个利害相关的这些教师会、学生会、委员会、老师会、校友会，他必须要一个程度，大概是在这个学校的发展，在都是在这个走上，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这一个提出一个政策，开始在网络上抨击，又开始去否定自己，因为那个东西。所以如果说是这一个做 base 的时候，变成沟通跟协调，是在这一个沟通跟合作，在这一个必须要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发展所谓的开创授课。因为资讯的穿透的速度跟力道跟这么大的，我想这个部分不晓得就是说两位在这一部分怎么看。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其实整个科技在这个整个职场的环境，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有一些其实学生在进入职场的时候，他有一些敲门砖是需要给他的。那一块的时候，所以这个耶鲁大学这个校长其实我之前也看了，可是我当下的一个注意就是，毕竟他的学生可能大部分是富二代，他们其实没有那种技能上，即便是他没有技能的时候，他去。当个这个大股东，他还是可以做的。可是我们的当代的学生，不要讲说是富二代，多数的这些学生的时候，其实哪怕他家里的环境还很好，可是大概不足以让他说需要有技能，他就能够这一个这个就能够去把那些所谓这个理想型的东西。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是也能够这个就是技术跟。这个所谓的这一个这个品格上面所谓的说，他应该要持守的这一个分际上大概是在什么 ？OK， 谢谢。我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就一起就是比较多的问题一起回答？哦，不过的确，其实那个问题会是美国那句话，卡里那个学生本身是优秀的。第二个是他们的这个 graduate school， 他可以去不同的。所以就是五座树了，我们一个树，甚至台湾的环境，恐怕他要考那些就说是有困难，的确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好，你都蛮羡慕学生的那个状态。那我们是不是没事？再等一下，也许两位再一起回答。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就读是同班社会学研究所，因为我是比较慢，从大一待到东海那边，大概已经到七年了，所以第一次就是在这边。第一次听到就是董事长这种事情，我觉得之前都没有那个就是办法听得到。对，那刚才听到就是提到那个东海的冯小先生，大学长讲，听得真的感动。我平常对东海校史相关的事情也是很有兴趣。像我现在之前，我其实在读就是东海大学网络发展这一块，然后学书。那我们东海的校训是求真笃信不疑，所以我其实这让我的想法就是现实的结合，把它发到我现在。因为我其实在频道时候刚看到，黄伟林在1964年的时候提及，就说东海考量的不应该只是今天或者这件事情而已，要考量后天，甚至十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才是东海该有的远景。所以那最近有一个就是大学的这一个，因为刚刚最近有一个争议是说那个大学的助理当老指导的事情，这件事情很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现在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坐在大学里面所有的受雇者，当中是指导。报酬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对，那可是这件事情对于目前大学的财务状况来说是会有问题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有先跟学务长的一些主管交流，然后这件事情他们也说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需要我们社会的支持。那我觉得大学精神的体现其实也是在于不应该去规避保护学生的这个责任。那所以在一起来说，大学里面如果东海大学也开始有成立的话，其实是非常。那所以我也想要在这一个场合，就把听到最近的这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个放在这个场合，结合到我们东海的创校开创的精神，这件事情告知同事还有各位老师们去。所以那我个人是很希望，就是同事们可以支持这个进步的，但是。
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校队这个议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因为学生们最近也不太管这件事情。好，谢谢。这个我想学校应该他们在学校内部分有会议里面讨论，就是已经变全台湾的议题了，对不对？哦，就我知道国立大学已经所有校长联合希望把做一年，但私立学校好像没有任何的那个一起的做。这个我想还在学校内部讨论，还没到董事会。还没到董事会。好了，我们反正把问题留着，然后等一下一起回应。来，下一位，哪一位要分享？是魏老师。我是东海十二届的校友，我有一个补充董事长的一个讯息啊，就说我们因为立你谈到立校的清楚里面没有谈到，就是我们是以教学为主，还是工作为主？那因为我在回来东海之前，我在美国一个莫里巴斯卡德教了20几年的课，那我对美国的这种小型的这种通才教育的大学有多少人是了解？那因为我们立校的时候目标是要设立一个 small arts college， 所以我是觉得说，以我了解的美国对 small arts college 的看法，就是所有美国那么多 small arts college， 通通是教学为主，没有研究型的，甚至于就是说他们都是没有研究所的。那这个就是符合当时东海立校的精神，所以如果要探讨起来，这个是不是教学型大学，在当初是不用说的，它就是教学型大学。对啊，的确是这样，没错。我女儿也念过哈利，所以的确是这样，有很少，研究生非常非常少，非常少，对，非常少。有几个需要有一两个研究所，对对对，因为在当时是不用讲的，大家知道的，所以就不会去强调。不会去强调，因为 small level 就是教学为主的大学。教育强调，但是早期的确也有讲，是东海其实那时候也有提到，就不会往那个叫做研究所大量扩张去做，的确是提起某些研究所。哎，陈老师，啊，我想刚刚说的。开始讲说教学和研究的部分，所以我想起来，我听了三次，我有一位校友就是林展渠，因为很多人也听过他演讲，他讲东海的历史，他也讲了教学历史，他做一个回顾以后，他认为东海比较大的一个讨论，就是因为这个联合董事会开始要退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那是推动了很大一大变动。到那个时间呢，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讨论，不是只有董事会，不是只有校长，连学生都参与那个讨论。当然，刚才那种可能很小的时候，小班子的，也碰到现实，所以后来就扩大了这个整个过程。但是他认为那个讨论是非常好的，他认为现在就是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又必须要这个做大的讨论。现在正好就是60年了，我们正回顾过去60年，我们要展望未来60年，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不讨论也不行了，实际上现在又是多事之秋嘛。那我想提，但是他演讲完了，我是第一个问他问题，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回答，因为现在大家也将会来讨论，但是我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产生很多问题以后，现在又资讯这么发达，什么 email 啊、line 啊什么，哇。那就是变成很多污蔑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营造一个真正我们未来来讨论这个气就氛围啊，这个怎么样来营造啊？那么也不是今天讨论就结束了，是关于这个东海历史的回顾，然后再规划未来的部分。这种讨论呢，怎么样营造起来一个章，或者让它可以走下去，并更好来营造。另外一个关于这个教学为主的是研究型。林展渠也讲到这提出一个挑战，东海大学，你敢不敢真正在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不敢谈嘛，谁敢讲说是教学或者研究？他觉得说被人家攻击得很厉害，那他就说我们现在就是用少子化的关系，那过去就如同这个陈教授。
校长谈到的是个，现在台湾大学，台湾所有大学实际上只有一家，就是教育部的大学，大家都一样。那本来东海有那么多特色，但后来因为扩大了以后，我们的特色慢慢就是也不是完全消失了，慢慢都是西化啊，稀释掉，就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那因为是我们这边，他说其实有控制我们，但我们没有办法发挥的，就是他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补课。那因为我们有他的钱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听他。以前早期的东海大学教育部什么规定下来，我们参考参考就好了。但是一直什么电影听到教育部，所以他们慢慢就没有特色。他说现在开始有了，因为教育部现在管也管不了了，所以关于教育部要松绑了，所以来挑战东海大学，要不要重新来思考，来建立自己的特色啊？包括那个是敢不敢，就是说我就是要变成一个教学的大学，该有这个挑战啊。另外一个关于这个说，东海大学曾经讲说，现在这个人文的这个特色还算是很强的部分啊。那、啊、这个部分真的是可以再加强，可以得到更多的信心。当然有个问题啊，今天没有办法来谈，但是以后可以来谈的部分，就是说280亿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知道啊，就知道这个王老师他当这个总务长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这块地怎么好好来应用啊。但是这想起来又一个人就三个人有五个有这想法，那没关系，如果有好的这个讨论氛围，慢慢就找出一个好的方法，好啊，应用这个，你真的是可以对东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营造的。好，非常谢谢。来，时间宝贵，来哪一位师长或同学？庄主持，庄主持人，他新的人来，我这工会是带几位？大
这里没有三位当过学务长的。东海学生其实是蛮可爱的，那个每次交出来的意见，我们学生评价我老师评价都写不好，然后我们的长官永远说啊，这个某某学校学生教育的比较单一，我们自由思辨，所以学生对学校不满。那其实东海学生的确是比较可爱，比较多的多元表达思辨。廖老师是第一位从这个叫做训导长变成学务长，在学还在学。来，对，但是我可以删一个十秒或几个钟，然后他们讲的是这样的，在对话机上上头增加一个像 S 和发的那个塔，就是在那个下面的那个，对，那是我去拍，我觉得那个场合很好，但有个毛病是，他是在群上 Facebook 上面的笑可以，然后他有点害怕说太公开，然后有一些奇怪人进来，就是不够反省或是没想清楚的人进来，然后来乱或怎么样，就是他资讯不够公开，然后事实上他我是我的室友征求跟那个校董会的，就是那个人说不让学生参与，不然可能不要开放，就是事实上是这种公平感更多一点，然后事实上是有建设性的在谈事情，然后学生也都参与，这样是整个扩散出来力道很大，然后当然也是要避免说学生讲一些破坏性或是没有建设性。我想，对啊，谢谢。我想那个人沟通有误差，从头到尾应该没有反对学生参加，而是希望学生参加。那时候了，那当时因为只是公布在 Facebook， 那言论也整理完了。今天我才收到校友同意给我的这个整理完，那因为征求这个发言者同意，不然你不可能大家也不公布嘛，所以排在这个啊，绝对欢迎，的确是应该营造大家来对话。就希望有一个更现况的，这是没有错。好嘞，我能不能就是利用这个董事长跟校长跟学委会的召集人都在场的时候，提出一个，就说我们在遴选校长的时候，可能可以参考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在因为在学校教了20几年书，那其中选过3个到4个校长，那因为是私立的，是个私立的大学，所以也是有董事会。结构是跟我是差不多的。那每次在选新校长的时候，董事会都会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取得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现在下一个阶段我们的校长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在选校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任务提出来，就是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达到的一个任务。这个候选的这些校长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愿意的话，我们再从那个愿意的人里面去找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我们如果说都还不知道说我们下个阶段我们要怎么做，那么这个校长愿不愿意配合来执行董事会给他的任务？我想这个是恐怕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而不是说你去找一个好像是非常能干的一个校长，他来可是他有他的想法，他不一定会执行。这个我们想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能够凝聚学校跟董事会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方针在哪里，再去找这个校长，恐怕这样是对东海比较有利的做法。这个我因为现在是9:03，那我就请两位男的先回答刚刚或者对话一下。我想针对刚才这些，我先回答这位同学的，因为他的诉求比较简单，而且那个现在还在学校当中还在酝酿。那我今天到那个这个居住的地方，收到一张那个总务处给的每一个住在学校的那个员工通知，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什么劳保的关系，所以这个现在夜间的那个现在改成是要有保全的。因为这个现在在学校讨论的当中，就我不便去多说什么，但是我个人认为，
要晓得全台湾50间公立大学当中，只有8间大学他们的财务是能够平衡的，财务是能够平衡，而且再下来，甚至这8间大学到最后，可能只有剩下1-2间财务是能够平衡，因为政府12年国教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挪到12年国教去，所以再下来从今年开始，从明年开始，政府能够补贴公立大学的经费会逐年减少。这个私立大学通常过去注意这个事，但是私立大学当中，东海大学到现在为止，我们算是整个营运经营算是非常健全的一个学校，我们每一年都还能够有盈余，所以我们其实完全不会是因为总是会考量到这个什么这一些的财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说不这样子做，这个不会是总是会考量。当然，所有的私立大学，因为全台湾所有的公立大学，大家已经都一起联署，所以可能公立大学，不能说我不在这当中，对他们为了要争取这个，那我所知道的所有的私立大学刚才是没有做成决议，也没有表态，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私立大学是跟着从公立大学走的，包括东海大学。那我个人我是觉得，早晚2-3年之后，一定会是。这个叫做会有劳保，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看法。那东海大学跟很多，因为公立大学老实说，对他们讲起来，这1-2年的钱，对绝大部分的公立大学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你不要以为公立大学就没有钱，我们东海大学财务上面，其实绝大部分的公立大学财务的状况是好很多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有钱可以乱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东海大学考量的可能是财务，单单财务的因素，所以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那这个刚才也有讲到说什么教育的，这个什么教育部大学，其实教育部大学不是台湾第一个教育部大学，很早以前，胡兆学还没有去当行政院长，刘兆学还在动物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全台湾只有2间大学，一间叫教育部公立大学。间叫做教育部私立大学，那会是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最主要的就是，差别待遇，啊，差别待遇，啊，那，不要相信教育部现在说话，我们实际上碰上的教育部现在管私立大学，远远比过去整个一个时期管的严格的多，它不是用正规的法令来管，但是它用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方式。来管，所以，不要相信。那林宰学说的，教育部现在在松绑，照我们实际上了解，再下来教育部只会管得更严，不会管得更松。所以全台湾只有一间私立大学，全台湾只有一个教育部私立大学，叫做东海分校，东吴分校，辅仁大学分校，辅仁分校，意思就是，台湾的大学只有一个特色，叫做没有特色。全台湾所有的公立大学，你去看。任何的课程，任何的这种师生比，任何的老师的薪水，任何的退休的办法，任何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台湾公立大学一样，全台湾私立大学一样，你只要稍微不一样，对不起，他就把你赶出去。东海大学为什么那个日文系评鉴会不过？评鉴，几年前吧，5年前评鉴不过。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日文系到最后评鉴，他一个科目一个科目跟你查，结果他说你开的课程跟你的系的名称不符合，所以你如果要叫做日文系，对不起，那你就你的课程要调整，不然的话不准招生。那如果你要开这些课程，你要把日文系改成什么？日本语言及文化系，学习，那你才能够招生。对不起，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管大学是这样子管的，特别是管私立大学，我让他一管的。对，台湾就是这样子，现实就是，所以一间大学要有特色，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非常困难的事。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讲，你没有。
然他有特色，因为教育部不准你有特色，你只要有特色，他就把你什么不准你招生，不准你怎样，都是来处罚。学校自有特色还是口头上？他拿竹子把尺在量所有学校嘛？对，他不是，他凭借只是他的很少的手段之一，他还可以。然后他你稍微有一点点他不满意的地方，他就跟你讲说他要扣你教育处罚。最近，中原大学也被扣奖补助款，长荣大学也被扣奖补助款，都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他可以来。东海大学老师说，以现在的财务状况，是我们最可以依赖教育，所以我们还可以有点大声。但是问题是，我们大声有什么用？东海大学特色在哪里？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几乎没有在学校讲过什么话？因为我的身份要讲一些话，实在是很不方便啊。因为讲出来的话就会形成压力啊。但是我今天在这儿，就是一方面是严老师一直找我，所以就感恩嘛，对不起。但是我今天讲这些话，其实有点叫做还是叫做语重心长。我们在这么样子困难，特别是台湾的高等教育的这样子不准你有特色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会去抵触到这些要来干涉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够有一些特色？我真的讲，回到理想精神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做那些东西，教育真的不会来管我们了，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钱。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些部分，我们都摆下去。真的讲280亿，那个280要乘4嘛。我前几天来学校，上个礼拜来学校，总部处很高兴跑来跟我讲，他说：“哎，董事长，我要跟你报告，没有时间听。”他说：“我们东海那个靠近那个叫做中公路有没有？中公路那边市政府已经规划要做一条叫什么轻轨，是不是？轻轨列车啊，轻轨列车嘛，所以那从我们东海旁边过去嘛。”我真的讲，那条东西他们说3年要把它弄起来，听说了。那个地方弄起来是最不影响我们东海现况的，但是能够让我们的牧场啊，不会养那个最贵的那个长牧草的。那一个地方是我们东海现在没有在用的土地，但是那一个地方面对的是台中市政府要开发的一条，那比台湾大道上面我们能够开发的地方还要多。我们财务，我不说多少年前，以前联董会拿来支持东海10年的钱，跟我们在东海的土地上开发下来可以用50年的钱啊，老实说那些钱是拼的。我们再下来，就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没办法讲太多。我说对东海真的是要保持我们校训第二个字是什么？笃信是笃信。真的是信心的。我们前面啊，老实说，不管是在财务上面，在发展的上面，在特色的上面，在各方面，以东海现有的这些资源，当年来设立学校，完全不会想到说他们留下来，今天给我们东海现在有的，是何等的。我真的讲不是感恩的问题，是何等的丰富啊！我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好好的去用。来假一样，真的是假一样。当年能够做的，我们以后能够做的机会更多了。大家不要失去信心。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曾经在我们东海，在那个样子缺乏的环境当中，当时台湾不是没有私立大学，我十一届，当时有十几间私立大学。我们能够在那个竞争的，那时候有清华大学一个，老师说。东海大学，我念高级工程系，不是说什么，台大分数最高，但是我们的分数跟台大是完全能够比的。清华大学没有一个科系分数比东海高，大学没有一个科系分数比东海高。在当时，我不是讲说，想做什么谈大名利，而是当我们在这么样子。没有特色的一个教育环境的里面，我们还能够保有一些所谓的叫做特色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同学，如果一个同学
子的？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抱怨？你什么事情都是你们大家要配合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但是当我能够去考虑到，哦，原来有一个人是，是我更应该去关心的。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会少很多嘛。我不是说这里有多好，我也不要讲做基督教的术语，也不要讲基督精神嘛，就讲立孝精神。这么一个校园，这么好的校园，里面人的关系能够，我不敢讲说一天两天，但是那个三年、五年、十年去建立，我相信是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可以叫做，迎刃而解，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要失去那个 vision， 那个盼望的那个理想，我们可以往这个去，而且。特别是在东南大学，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一定是比较比任何其他学校容易。因为以前做过很多的师长，我们以前曾经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成长过，所以我想，这个是。那刚才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叫做遴选的那个，遴选的那个啊，那个，我老实说。魏老师，我也是很想要说，我们先能够提出来这个，但是我们从好几年才开始选这个成校，还是选这个当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董事会基本上，确实，我要承认啊，那天那个同学有去参加那个座谈，我要承认说，目前，董事会或者学校没有明确一个前面要走的。确实是那样，确实是那样，所以我们会比较期盼说，啊，在新来的这个校长是比较可以沟通的，因为他如果不能够沟通，他想的都是对的，哇，那到时候又是，他只要他比较能够沟通，他愿意听一下，老师的意见、同学的意见、大家的意见，也愿意跟董事跟大家坐下来谈，我相信，这样子的校长很快。必须要有这个方向，不然的话，做了一个半天，绕了一个半天，就到最后浪费时间。我想，谢谢。那其他的部分，我想听听老师。那个，你再把你选的那个图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现场以前选校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很小心，很小心啊。那现在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candidate 啊，我们给他。都很有立校精神，校史，还有我们中程发展计划，还有但中程就到下一个年度新的中程计划，可以给他参考。他不一定要照这个来做，他一直觉得我们中程计划不好，他提出来我们还是可以沟通。所以我们希望用很审慎的这个态度，我们把该有的资料给他，那他们也认同了。那我想，今天我们会准备几个题目来请教他，然后选出来。我们现在做是这样，选出六位来。现在有十几位，我有 surprise 如果这里的话，那我们选出六位出来以后，我们从中间再 interview， 看看每一个人半天的时间跟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们会选出三位。那选出来以后。的确，我们会跟董事会再开一个会，我们再有共识，然后董事会去全体会，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这次董事会，我老实讲，上次据说吧，据说上次选择董事会只是董事会里面的一个议案，所以讨论时间很短。这次我们是一个专案，希望花很多的时间跟沟通，然后中间我们会有时间去明察暗访，这个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希望大家选出来以后就。不会后悔的啊！那我想大概这一部分，刚刚提到那个光谱的部分啊，我想也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范畴都统计出来的，但是很多学校，我虽然现在不当校长，但是我在学校已经到了，因为每个学生，因为你做一个小时的工，的光谱，也要帮你办劳保，一个小时的你不做了，要帮你再退保。那如果你一三五来做，我一三五就帮你劳保、加保、退保、这个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变成
这样，本来是利益良好，要保护学生的，现在都老师说我不要处理了，是你知道吗？那学生反而丧失掉这个攻读的机会，所以这个不是钱的问题。那人事单位每天为了这个，可能要配好几个人在换加保退房加保退房。那所以现在很多学生说，干脆我就倾向于配长期的，一个学期的教学助理，我办一次劳保加保退房，短期的，一天两天的都不敢再聘。像我自己就说很麻烦，我说我自己出钱聘一个助理，帮我改考卷，后来发现不行，为什么？我虽然跟他讲好了，但万一被检举了，我是违反什么投劳基法的。算了，我就干脆跟老师报告一下，就是现在是一学期的教学助理 TA 也没有啊，没有劳保，也没有劳保，对，也没有。现在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小时聊，就是一整学期的？不，对，我有应该有吧，一学期的应该有，没有。公立大学的共识是，那是公立大学，不是因为公立大学他用这个共识要去压，要去那个施压给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劳动部，他要用这个去施压劳动。那劳动部是要求这些学校自己去实现，啊，那但是这些学校是所要求，但是要想这些公立大学他们认为说团结力量大，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要说有个别学校自己去做自己可以做的，甚至我知道说当中有一些学校他们是倾向于，因为他们如果是不是有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他们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解决的，但是目前所形成。而且我所知道的，我个人所了解的是，所有的私立学校大概基本上在目前会跟公立学校采取一致的立场，所以这个会是目前的状况。但是我个人啊，因为这个案子还没到董事会，所以我们在董事会那边，我个人我是认为说，以东海大学，或者是以目前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有这样的，除了这个作业麻烦之外。其实刚才在讲的，你就是比较长期的，它还是会增加负担。那很多人都了解，公立大学他们财务的负担、财务的压力，其实在今天现况的上讲起来，比私立大学大很多。那教育部已经跟他们讲了，再下来不是你们钱不够来申请我就给你，而是你们钱不够，我给你这么多，钱不够你们自己去募款。所以以后公立大学的校长或者是公立大学里面募款的部门啊，他们要做的事情啊，远远比东海大学要就是困难得多，或者叫做说压力要大得多。对他们这以前从来不用募款的单位，现在开始要募款。所以在这上面，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董事会里面，还没有接到这个讨论的议案，所以我不便说董事会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个人把我所了解，就是暂时可能。任何一件事情大概都不太会说是去那个叫做什么犯众怒啊，就是太吵啊。对，我晓得，我知道，东海大学是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是有太吵的可能。但是以整个的台湾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叫做，全台湾只有两间大学的情况。我想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我还在当校长是碰到另外一个问题，那还不是学生问题，是兼任老师的问题。我跟他们说，我去了之后发现说，如果有一个流浪国术，他在三个大学兼任，要帮他办劳保，哪一个大学先聘他的，那就帮他办劳保，后面两个学校就不用聘了。那这很奇怪，后来我就去抗议了，说东海聘他了，中也聘他了，蒙甲也聘他了，那一个人只要有劳保就够了，那顺便去抗议说。可是中海先变他东海倒霉，后面这个中原跟蒙甲跟东海，后来就抗议了，就教育部做的才是更好玩，三个大学通通并，一个人有三个劳保，那大家都没话说了。这个就是我们政府的决策啊，很奇怪的决策。那我在想说，我们大学教育高等教育为什么问题这么多？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高教师里面的上上下下，从师长到师姐，没有一个在大学教过书的，所以他们有想的。很多事情是很难，所以为什么现在教育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民间科大学量化？那东海很多都不能量化，东海的爱不能量化。我刚才讲那个，后来王以翔老师跟我讲，他不讲。我说我在念书的时候，中兴的、蒙甲的、东海的三个学校的学生气质不一样，但你
可以感觉得到，你没有办法去量化。这个一下来就知道，这个是东海的，那个下来是东家的，啊，这个是中间突出的，那就是气质啊，气质没有办法量化的，可是它确实存在。但现在我们就是看那个不能量化的东西，我们都不算。其实教育是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啊，你看校舍，看 SCI 的可以量化的，那真正的教育是没有办法量化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东海就是要强调这个，东海老师在强调那个不能量化的，然后教育就没有办法给我们提高嘛，所以讲爱心。但是我一直觉得说，看得到的是学校，看不到的叫教育。那东海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对东海特别有感情了，我这感觉不能量化，真的是不能量化。但是我想说，我们大概现在最要紧的是刚刚讲的很多是一个名词叫做共识，不管是学校的要共识，校花的要共识，那这个重点在就是怎么样沟通，就是很重要。像今天这样也许是很久才一次，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学校的立校精神如果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课程规划里面，那因为教育部居然说已经收了，老实讲教育部真的不太管理。他管那个细节，因为课程他不懂，所以你课程里面你可以安排一些强调，就是说东海人文精神的这种课程，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比如说你先讲人生哲学，你要换个名词也可以啊，讲大家都像精神的、啊、也 OK 啊。那这样的沟通，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效果了、啊，但至少让每一个学生知道东海大学过去的，知道过去，才知道未来会。还是要东海的特色在哪里？那我不晓得，我自己当校长的时候，我有一个做法，我写那个我那时叫长荣大学叫长荣家书嘛，家书就是我每次只写600个字，因为太长没有人要看。那种沟通方式其实也不错，不过那个希望将来校长可以做。那我刚提到，那黄老师讲的说，我们要务实一点，就是我毕业要找工作了。其实我不知道，像日本的公司，他聘人啊，他不看你念什么系的，他看你前几个，比如说五个国立大学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他认为说专业的东西到公司来训练就好了。你的基础那些就是你所谓的 liberal art 或者是基础学，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做学问的态度、做人的态度等那些可能比那些专业技术一直在变的，一直在变的。但那些基本的啊，也许我们就如果东海将来重视人文。或者重视教育出去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应付所有的那些应该是绰绰有余的。OK， 时间到了。好，那个各位这个对不起，图书馆开到9:30。我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在。